我真的很希望我有股份，然后把你们每个开十个，然后大号小号都给你们注册上。한사람에게열개씩나이렇게준다고얘기했어요我发现啊，这个浩敏非常可爱的是，虽然可能盛敏非常可爱的是，虽然可能中文说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用听不懂三个字可以跟我们全程参与交流。응성민씨가중국어잘못하지만그냥팅부동라는세글자만이렇게전체적으로다분위기를다잡을수가있다고이렇게얘기하신거예요워대장팅더동팅더동저거是팅더동대장你听得懂你要不要对着镜头亲亲你的粉丝啊팅부동카메라를통해서 팬을키스를해주실수있냐고물어봤어요你别动啊！왜저래？哎，圭贤刚刚是不是没来这一下？규현씨가아까안하셨네요。还是你要换一个？不要再叹气了。哦，不要。又一下。太囧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没有 kiss 吗？没有 kiss， 没有，我不喜欢这样。哦，那拥抱好了，来 Henry。对啊，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回来中国见中国的歌迷，然后我们 Super Junior M 现在已经快两年没有。正式的专辑，正式的活动，所以这一次真的，我们会尽量，待多一点在中国，为了中国的歌迷。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准备了，很多的歌迷会，然后这些歌迷会都会有很多精彩的表演，很多歌迷从来没有看到的一些表演，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然后多多支持我们的专辑，我们都会一直努力。谢谢。像东海说的，只要带着爱去你们的这个表演现场就可以了。对对，什么都不需要，就爱就 OK 了。有什么表情呢？譬如说你在录音的时候那种用力的感觉，要送给他们吗？没有，我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的音乐，还有我们的表演。我们会把最好的音乐、最好的表演带给大家，所以那是我的。对你们，给你们的礼物。南京，好。第一个也第一个歌迷会在1月19号在南京，在南京见。OK。重要的讯息哦，1月19号。好，来许愿。听不懂，对，一直动作。开始。你好，大家好。1月19号。那你见，好吧。好 ，sorry， 我不是故意的。你要用 Henry 的这种方式跟大家来一段吗？我？不可以。那用自己的好了。大家好，我是崔许元。我们真的好久没来北京。非常感谢你们等我们 Super Junior M。大家。肯定会喜欢我们的新专辑，我们很多努力的，我们都期待活动在中国，跟很多关心我们 Super Junior M， 跟我的微博地址是现在这儿，好，请打到屏幕下方，在这儿，没有，我的也要，我的 Henry 的微博地址是在这儿，好吧。好，活动关心，好吧。换给我的微博。圭贤又不高兴了。换给我你的 email。我看到也是通过微博，圭贤通过微博看到有粉丝说，看了许元拍的电视剧，然后觉得里面演的又幽默，然后很好笑，很可爱。那你跟电视剧里面呈现出来的性格一样吗？팬들이그시원씨가찍었던드라마를봤는데요거기에서나오는모습이굉장히좀웃기고좀성격이좀약간활발한그런성격이라고그렇게생각하는데실제로도그런성격이냐고물어봤어요저희들끼리있었을때그런모습도굉장히많이나오죠네
基本上都是一样，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许元，好可爱。许元，要不要用你电视剧里面那种男一号的神情，跟我们的粉丝问候一下？남자주인공처럼이렇게팬한테인사를좀해주세요드라마에서나오는남자주인공처럼来起范儿了，起范儿了！哦，哇，蔡森格桑，那么蔡森格桑！哇 ，Everybody, everybody， 皮亚瓦！大家，我们很期待见面在南京，南京见，谢谢。主人公처럼，主人公，主人公，主人公처럼。당연히，당연히。大家南京见立刻起范上升了来秘密这张专辑也是有你自己很多的solo 和创作的部分对然后像大家都说的因为 M 等太久没有回来了然后我们都很期待这次在中国的活动花了很多心思在准备专辑还有特别希望大家除了主打歌之外因为我们有请到光良写这首 solo 歌对然后光良哥写的歌非常好你看魏贤说到这段转过去转过去了刚刚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每一首歌曲吧然后像Harry说的我们从一月Harry也转过去了没有我没有转一月十九号开始我们就有 fan meeting 的陆续开始出来了所以第一站首站是南京我们准备了很多特别的舞台然后特别的节目接下来还有很多站然后会有一个全国巡回的歌友会所以希望喜欢 M 的朋友们然后多多来到现场跟我们互动是一月十九号在南京就是对南京的粉丝朋友一个很大的福利说到南京呢其实今年跨年的时候十二月三十一号进入到2013年的第一天也是有 Super Junior M 在南京跟我们全国的歌迷一同分享一起倒数来跨年之后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比如说秘密有没有带其他的成员去享受一下鸭血粉丝汤啊之类的一些美地道的美食有没有12월31일날연말행사도남경에서하셨잖아요그래서행사가끝나고조미가여러분을데리고가서뭐맛있는음식을먹거나이렇게하셨나요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因为那天没有我们是晚上12点跨年的嘛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跨年结束就直接飞回韩国了就直接走了我没有在南京留所以我想希望这次在南京的时候 fan meeting 我希望经纪人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이번에팬미팅할때또남경에가서시간이있으면 、네、我带那个成员们去逛一下南京好了 MC 님께서남경에저희팬미팅오셔서我一起吗 OK 可以啊走哦，哎，是要去 fan meeting 吗？十九号，十九号。好，我提前过去 standby。